下雨了给他撑伞，出太阳了给他遮阳。突然有一天，玫瑰花不见了，小王子很着急，满世界地找这朵玫瑰花。于是他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玫瑰花，他自己那朵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你知道吗？你就跟那个小王子一样，你之所以认我当妹妹，是因为你只见过我一个女孩子。现在你下山了，会发现全天下到处都是女孩子，我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但你是我妹妹，你也可以认别的女孩子当妹妹。不，我非你不可。陌生的陪伴，允许在你面前像小孩，包容我偶尔的不太乖。我困了，先睡了。明明是一种好感，又让结局变得很难猜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一定会送你进考场的。期待你安排，脸红失掉了风采。现在我们就算约定好了。赢得了一场告白。